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警察会相信我们吗？要想过这一关，咱们还好多事儿没做。他们现在没有证据，记住。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。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作伪证啊。低估了这个李维基，他很聪明，比在座的都要聪明。